哎呀呜咿，大冈乌达的。神山部落的一个老人家哈，他所告诉我们的，他说：“乌林阿巴归七巴日数西杜吉比数朗牛毛马斯。”意思是说，记得你头上所佩戴的百合花，活得像人。一字绣远比十字绣来的古老，使用的工具都是非常稀有的。能够刺一个完整的花纹，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时候呢，所留存下来这些书写的能力呢，附带小部分的这个官府的一些职能。那另外一种是双语文书，一边是中文的汉字，然后一边用他们的族语去拼写，也用自己的族语留下一个见证。展览见识南岛，带你看见台湾，认识南岛。大伯大伯，我是刘义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见识南岛。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国家宝藏。什么是国家？在不同的时间层次，国家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是我们原住民朋友常常会说，我们每一个部落都不一样，我们是部落国。一个部落就像是一个国家一样，有自己的社会，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律法，有自己的文化。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会走，族群也会迁移，我们的部落也会迁移，但是我们所留下来的本体物件是会随着时间而持续存在的。我们这一集要请到两位具有深入研究的朋友来跟我们谈谈什么是宝藏。第一位是贝若桑，我们卢凯的朋友，出生于雾台。第二位我们要请到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的王兴安先生。我们首先请贝若桑。哎呀呜咿，大冈乌达的盖，嘎西不厄阿来，哎。沙宝，大家好，我是贝若桑，今天很高兴要来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迪努古金阿拉那个老伯伯卢凯族的宝物。在105年通过的文化资产保存法当中，对于物件是否为一般古物、重要古物还是国家级别的宝物，这当中都有明确的定义和它鉴定的方法。但是当这些定义和方法进入部落之后，不一定能够与在地的声音契合。因此今天在这里想借用由卢凯族文物馆以及台湾博物馆所联合策展的老伯伯卢凯的珍宝
这个特展，来从当中的策展经验以及展示物件的内涵，跟大家来谈一谈，从卢凯族的视角中所谓的宝物又是如何。那在进入主要的主题之前，请容我花一些时间来跟大家稍微的简介一下这个特展的展示核心。这个特展的展示核心呢，主要是定调在听见在地的声音。那顺着这个脉络所发展出的工作策略总共有四个方面。第一，在田野调查方面，由部落的耆老进入台湾博物馆的这个典藏库呢来去选件，之后就由我本人以及我们卢凯族文物馆的同仁们好带着这些物件的照片走访雾台乡的八个部落。第二，在这个展场的布局方面，本特展的布局总共有六个单位，而这六个单位这个六个单元呢，它主要对应的是卢凯族非常重要的百合花的六个花瓣。第三，在展场的这个展示语言上，我们用卢凯语和中文来并列，我们所熟悉的英文跟日语呢，则是以 QR code 的形式来呈现。最后，在展品说明的这个内容上面，本特展主要在着重的是在于老人家记忆中在使用这些器物的时候的生活片段。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来看一看，从这些特展中的物件当中，我们看卢凯族所说的宝物到底有什么样的形貌或者是意义。宝物丁努古金阿兰呢嘎老布布鲁，这是卢凯语的说法。丁努古金阿兰是被视为珍贵的意思，老布布鲁是指人手所创造的各类的生活器物，或者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这些物件，两者加起来就是卢凯族的宝物。那以下我们选择的这些物件呢，有来自卢凯族文物馆的典藏，也有来自台湾博物馆的典藏。那这些物件都是来自西卢凯群雾台区，这些物件呢有部落代代相传的，也有是在日据时代因为研究或者是个人私藏而从部落被带出去的。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看单元的第一个展区，巴良阿莱百合花的民族，穆达德盖卢凯族。当我们走访八个部落，我们询问老人家为什么卢凯族的祖先选用百合花作为我们卢凯族最重要的符号。老人家说，这是因为在我们卢凯族生活的这个领域当中，百合花的形貌和香味是最完美的契合。那从卢凯族的视角来看，我们百合花的意义包括自律、自爱、慷慨、坚毅、勇敢以及关怀这样的一个品格。那佩戴的资格因为性别的不一样，所以就会有所不同。卢凯族的女性需要透过一个叫做 Dwarvug 这样的仪式，然后她就可以佩戴。男性则是透过他狩猎成果与部落邻人的分享，然后得到佩戴百合的资格。然而不论是女性或男性，仪式或者是狩猎成果的分享，他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和这些品格产生连结。就好像神山部落的一个老人家哈，他所告诉我们的，他说：“乌林阿瓦归七瓦勒苏西杜吉比苏朗尤毛马斯。”意思是说，记得你头上所佩戴的百合花，活得像人。对卢凯族而言，百合花是最重要的宝物，因为它是人行动的起点，它是过程，它也是标杆。现在我们来进入我们展场的第二个单元。母亲的手，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主要在讨论的是三个问题。第一，在卢凯社会里，谁来织布、制衣、刺绣？第二个问题是，卢凯族的刺绣技法的演进是如何？第三，从卢凯族的眼中，在服饰上，什么叫做美？这是三个问题。
那我们来一一的解答一下，这个是谁来织布、制衣、刺绣呢？在卢凯族来说，这是家族的女性主要的工作，是由他们来从事。我们询问这个刺绣的演进历史的时候，这也就是为什么是由这些母亲们、奶奶们来给予我们回答。他们的回答是说，衣刺绣在卢凯族的社会里远比十字绣来的古老，而衣刺绣它是用黑色的线绣在白色的布上面，这样的一个呈现方法叫做 Binach Bai Vai Varian。 接下来我们来谈所谓衣服上的美感到底是如何。卢凯族认为，一个衣服美不美丽是要看它的刺绣是否有统一的调性，统一的调性就是一件美丽的衣服。所以当耆老们进入典藏库，然后选择了一件它上面有许多不同的花纹组合的那件衣服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也很疑惑为什么会选这件衣服来要做展示。我们询问之后，来自雾台部落的一个女耆老给了我们回答，她说在卢凯族过去的日子，不管是布料、刺绣的线或者是使用的工具都是非常稀有的，所以呢，能够刺一个完整的花纹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很珍贵。所以当一个衣服的基底坏掉了之后，凡是有绣纹的部分都会被完整的拆解下来珍藏着，好，以等待它下一次被使用的机会。所以这位女耆老告诉我们，这也就是所以为什么有的衣服上面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花纹存在。那她还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些花纹它除了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家族历代的女性她的刺绣的技术好不好，还有她自己的品味、她的喜好在哪里，除这些之外还有个很重要的是，这些花纹都是许多母亲们、奶奶们他们全心全意要给下一代穿得好、穿得美的心意。所以他说，这件这么多花纹放在一起的衣服虽然看起来令人头晕，还是要把它拿起来展示出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了一个第五个单元 Saudara Daranan Si Sadwagadai，粮食粮食。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主要在透过农耕用的器具，然后来讨论在卢凯族的视角中所谓富裕的生活是什么。那卢凯族认为，不论是日常或是遇到天灾的时候，如果能够有充足的粮食，这个就是富裕生活的表现之一。那为了要达成这个目的，顺应自然条件的粮食的这个生产系统还有它保存的方法就变得非常重要，而关联到这个的就是我们生产的时候或保存食物的时候的保存工具的制作。就好比在这个展出，我们展出了这一件叫 Vizuguru 的这个 Vizuguru 的这个物件，老人家解释跟我们说，这个物件是用上下然后很严密的交织成的一个器物，它主要是要放熟食或者是要预备来打的小米。那它这样的一个制作的方法，它不会让细小的谷物掉落，但是它同时可以让多余的水分渗出去，所以不管是食物或者是作物不会因为浸泡在多余的水分当中而迅速的腐烂。总之在这个富裕的除了工具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讲富裕生活的时候的意义。这个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在吉鹿部落我们所听到的故事。吉鹿部落的老人家跟我们分享说，卢凯族的生活习俗有一个叫做博拉格勒这样的一个习俗，这个意思是把自己煮好的餐点分享给邻人的意思。那但是在这个当中，老人家们说要送出去这个食物之前，老人家会交代你拿的那个器皿的大小要非常注意，因为这个习俗是需要回礼的。所以
你的这个大小呢，一定要符合这个邻人能够回礼的能力范围内，让他不要反而因为你的关心感到窘困。那从以上老人家的这些分享当中，我们得到卢凯族的富裕生活，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接下来我们就来走到我们特展中的最后一个单元 Sabadan 礼尚往来。在这里呢，我们选其中的 Gadirungan 古陶瓮来诉说。我们先来说说 Gadirungan 的形制。在形制上，老人家来形容古陶瓮的时候，他们说 Kadragu Rabal 没有脚，意思是指它圆弧形的底部。那这也是它和一般的瓮最不一样的地方。另外老人家还告诉我们，有花纹的古瓮啊，比起没有花纹的古瓮还要不那么珍贵。换言之，没有花纹的古瓮是非常珍贵的。他们说那是因为这种没有花纹的古瓮是在更早期的时候被制作，然后留存至今，所以它相形之下是更珍贵的。那讲到古瓮，就要讲那它对于卢凯族到底是什么作用。这个要回到我们在贵族结婚的聘礼上来叙述。卢凯族的社会是有阶级的，大致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那虽然社会有阶级，阶级之间是可以通婚的，所以合乎这个阶级的聘礼就变得非常重要，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的伦理课题。当一个男孩，平民的男孩要娶贵族的女孩的时候，他要附上古陶瓮来做觐见礼。它里面所表示的这个意思呢，是说我对于贵族这个阶级的社会地位以及他被赋予的这个管理社会的责任有所认同和敬重。那如果是贵族与贵族之间的通婚，倘若女性的贵族的血缘比男性还要再更浓，那男性也要比照办理，要附上古陶瓮来做觐见礼。总之，当我们走访这八个部落的时候，老人家告诉我们，聘礼除了是双方家族连结的这个信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它也在彰显卢凯族社会的秩序，所以我们要非常的重视它。从以上种种，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总结。卢凯族说宝物的时候，它可以是有形的物件，也可以是无形的价值。它可以是指代代相传或稀有的物件，它也是指可贵的人品和作为。这个特展推出之后，有许多新世代的卢凯族人进来观看，我们也从这一群当中得到的回馈，了解到现在的卢凯族人而言，宝物又有包括哪些。对现代的卢凯族人来说，宝物还包含了失而复得的语言，指引方向的老人家，还有在这个当中的觉醒的能力。谢谢大家，我是贝若桑沙宝。那这些新港文书呢，它大概是什么？它基本上就大概17到19世纪的时候，新港社这些原住民，他们在从事一些土地金融活动的时候，用那个罗马字用 A B C D 所拼写出来他们自己的族语西拉雅语，然后所留下来的这个契约的文书。各位朋友，听到贝若桑的吟唱，再加上他很仔细地告诉我们西卢凯的部落之间如何看待这批标本，听来实在让人觉得也有心酸，也有泪水，更有看到祖先遗留下来文物的喜悦。我们也感谢早年能够把这些物件收存在博物馆的收藏以及典藏的台湾博物馆。当然
更感谢贝若桑跟卢凯族人能够让我们知道这些宝物背后真正的意义，尤其是概念上面的意义和我们对于物件的意义其实有很大的引申。接着我们要请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的王新安先生来跟我们谈一件新港文书的故事。王先生请。李老师好，以及我们另外一位贝若桑老师好。那我今天所要介绍的是新港文书。那么在正式在进行介绍之前呢，我想要先分享一个小故事。大概在荷兰人在统治治理台湾的时候，他们在台湾的各地啊，也派了很多的一些宣教士。那这些宣教士呢，除了说在跟原住民做一些教义啊教理的这些教导之外，其实他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会教这些原住民呢怎么样来读书识字。有一些他们会定期的跟总部巴拉维亚的总部去做回报。那这些回报在19世纪呢也被汇集起来叫做宣教士工。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有一些宣教士他们被派到一些譬如说比较中北部或者是很南部的地方去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抱怨就是说他们在跟原住民做宣教的时候啊，这个成效不是很好有的人呢也不来上课上了也教不会，或者教会了马上又忘，就是很多的抱怨就对了。那可是除了这些抱怨之外呢也有一些他们是认为自己的宣教成果是很不错的固定可以做教理问答可以看得懂圣经的大概有哪一些有多少的数目他们也觉得蛮自豪。那我们分析一下这两个地方的差别在哪里呢这个所谓的教学宣教成效最好的地方呢大概呢就是在我们今天台南现在应该算台南市一个大的台南市的这个地方。以新港、麻豆、木家溜湾、等四个大社、这几个地方他们是最早在跟荷兰人在做接触的，那也是因为地利之便所以他们跟荷兰人接触的最深，也把这个叫做书写的这个能力啊也学得最好。所以换句话说呢，等到20世纪的时候，当日本人来台湾开始在收集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很有特色的这些文书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他说以新港社所留下来的文书是最多那这个原因就是这样来的那这些新港文书呢它大概是什么我用简短的语气把它带过去那基本上就大概是17到19世纪的时候，新港社这些原住民他们在从事一些土地金融活动的时候用那个罗马字就是 ABC 用 ABCD 所拼写出来他们自己的族语希拉雅语然后所留下来的这个契约的文书。然后后来呢在战后除了刚刚提到说日本人有收集过一次，在战后呢包括几位学者像王世庆老师像刘老师的同仁李仁奎老师以及蔡成维老师等等几位，他们又陆陆续续又收了数十件所以现在大概留存大家可以看到的包括副本大概有100多件由于这个荷兰人的联合东印度公司他们教导了族人呢这些用罗马字来拼写自己族语的一个技巧那新港社等社的人他们的学习的成果是最好的所以并没有因为说1662年荷兰人一回去一离开之后呢，然后他们马上就把这个技能给忘记了，相反的他们
还保留了这个技能，还存在着这个技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看到清朝来的时候，18世纪初期的时候，用中文所留下的这些文献啊，记得很清楚，写说他们这个红毛字啊，他们是写横书，然后字左而右，齁、哦、那这个写法就跟我们今天完全的这个西文的写法完全是一样的齁、哦。然后这些人还有个名字，会写这些字的人有个名字叫尬车啊齁、哦、叫交策仔齁、哦、那个要用台语来读才有那个味道，尬车啊齁、哦。所以换句话说呢，他们到了18世纪 ,19 世纪的时候呢，那时候他们的这个所留存下来这些书写的能力呢齁、哦哦、不仅是让他们持有书写能力而已，他们甚至也负担了小部分，好，负担了小部分的这个官府的一些职能，譬如说啊，他们要帮他们做那个赋税的这个数目。那么基本上今天留存于世的新港文书呢，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单语文，学界称之为单语文书，好，那这个单语文书呢，基本上就通通是用罗马字拼写出来的，好。用罗马字拼写他们的主语所拼写出来的、哦、那另外一种是双语文书，就是一边是中文的汉字、哦、一边用他们的主语去拼写。为什么说他们在从事这些土地啊相关的金融活动的时候，他们会要用主语去留下他们的这个契约、哦、其实这个除了跟他们本身有这个能力之外呢、哦、大概大家也想得到啦，因为汉人比较敢跳，他们怕被汉人骗嘛，好，所以既然自己有用主语可以写的这个样子的能力，所以换句话说，很多人就是诶也用自己的主语留下一个见证嘛，因为中文他们可能也掌握的不好，或者说甚至看不懂。好，那这样子的单语文书跟双语文书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双语文书是在语言学的研究上，或者说在早期的一些希腊雅研究上是更具有价值的，因为毕竟它有一个中文的对照，齁、哦、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去掌握它的这个主语的拼写的内容大概有哪一些。本馆呢在2000年的前后齁、哦、经由收藏家的手齁、哦、买到了这一件双语文书，齁、哦、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齁、哦、这个本馆的这张契约长得是这样子齁、哦、那这个契约呢齁、哦、分两个部分，我们来进一步讨论一下。这个契约的右手边呢，这个用手写的，右边用手写这个大章的，就是主要的契约。那这个契约的它的内容是写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新港社的所谓的藩附，那这个藩附呢是契约上本来的文字，不是我创造发明的，叫它叫王览墨，以及另外两位可能是他的子侄辈，他们将嘉祥内里的牛稠埔庄，好、哦，那这个地方呢，在今天的高雄市的田寮区，点给他，好、哦，点给他，那期限是15年，哈、哦，那这个契约是在1809年的时候所立的，好、哦，那经过了1889年的时候，当时的刘铭传亲赴，好、哦，以及到日本时代呢，又经过了大株调查，所以这张契约呢，不只是它本身的这个双语有它的价值在，哈、哦，而且它所经历的沧桑的历史呢，也是非常精彩的。大家刚刚可以看到呢，除了这个主要契约大章的这张之外，它的左边有一个小章的，好、哦，那这个小章是什么呢？哦，这个、小章的叫做契尾。我们直接讲这个契尾呢，它就是当时候的那个藩属僚厅哦，发放给王家跟杨家的后人，证明他们这张典契已经缴过税了。哦，就是换句话说，这个契尾就是个完税的证明。我们在看这些典契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张哦，顶多再加一个契尾，一大张。它这样一大张的东西，它告诉了我们一些，透露了我们一些什么事情呢？哦，大概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张契约呢，它基本上是在刚刚讲过1809年的时候所立的，齁、哦。现在现存的所有的新港文书100多章里面呢，最晚的是1813年齁、哦、就嘉庆18年齁、哦。换句话说，这张契约离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后一张仅仅差4年而已。换句话说，它基本上已经算是最后的新港文书的那一批了。在1809年的时候，他们所写下的这一章，我们看他的字迹的时候，就会发现他说，其实他们那个 ABC,ABCD 的那些字母啊，有点跑掉了，
哦，就是跟我们原来所熟知的那个 A B C D 的写法有点不太一样，有点走掉了哦。那比较早期一点的，譬如说像18世纪初期的那一些哦的，会比较清楚一点。所以换句话说，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传授哦，其实经过了100多年以后，有一点那个主语的能力，有点慢慢在丧失了齁，所以在他们的书写上其实也显现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难以辨认这样子。除了这个主语之外呢，还有另外的事情，其实是告诉我们说，大概呢在19世纪的时候，19世纪是台湾历史上一个很特别的时代齁。怎么说呢？因为19世纪可以说是台湾历史上的这个土地齁，台湾历史上的土地，它是一个很激烈的兼并的一个时期齁。这个时候呢，纷纷的在中南部以及中北部都差不多齁，开始有一些大的一些以土地为传承的一些大的世家慢慢开始在出现了齁，大概都是在19世纪齁就已经有这个苗头齁。所以换句话说，这张新港文书呢，其实告诉我们说，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在定这个典期的时候，他们本来是定那个期限是15年，但是实际上呢，到了最后那张契尾的时候，最后那张契尾是1902年的时候，杨家呢还是握有这一块土地，王家呢并没有能够把这个土地给赎回。其实可以想象啊，大概以后也没有办法赎回了。由于这个点呢，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点呢，我们可以把它类似为今天的这个叫做质押，很类似于今天的质押，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传统的台湾的这个点啊，是除了质押之外，出钱的人是可以利用这块土地的。换句话说，这块土地他可以拿去种，这块土地上面出产的一些什么物产，哦，他可以去收，哦，这个是跟我们现代的这个质押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实际上呢，哦，这个出钱的人就是杨家，他们实际上握有这块土地的使用权，握有这块土地的收获的利得，哦，但是呢，王家又赎不回去，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样子就形同变成一种变相的一种土地的一个卖断的意思。虽然它是不讲叫做卖断，可是其实事实上这个是造成一种所谓的事实的卖断。因为呢这个土地没有办法赎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印证说族人已经越来越萧条，越来越弱化。这个也是伴随着土地兼并很剧烈的这个整个社会现象里面的所反映出来的族人的情况。那么其实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日本人做调查就发现到说，当时候还会讲西班牙语的人已经很老了，推估大概1930年代就没有人可以再会讲西班牙语了，这日本人当时留下的记载。那但是近期呢其实我们很乐于见到说，包括希腊语在内，开始有一些族人齁，开始在进行一些文化的复振齁，包括语言的回复齁。希腊语有一个优势，它毕竟还有文字被留下来了齁，有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在。台湾有那么多的族群，还有其他的语言，有一些目前也是族群人口很少的齁，像我们高雄市齁最新的第15族跟16族齁，拉拉跟那个嘎啦嘎啦富齁，这两族的人口其实都相当的少齁，然后能讲的也都是耆老的。所以其实在语言上面齁，或者说在文化的保存上面齁，都需要我们大家再更去的去做一些思考齁，尽量的能够怎么样让这个文化继续延续下去齁，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齁，我们也想趁这个机会来推广一下齁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齁里面的一些珍贵馆藏。除了这些地契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三样是非常特色的馆藏。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漆器，特别是我们的蓬莱图，那个在整个台湾的博物馆里面大概算数量跟质量上大概应该都前几名的，
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老照片的收藏，我们老照片有10000多张老照片，这个都欢迎各界来申请来使用。好，那以上我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当我们带着那个照片而已到各部落的时候，一个展件展出来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个感叹词，卢凯宇会这样讲，哎，对，就是这样的一个会此起彼落出现在那个老人当中。像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新港文书，其实不是只有新港社，新港社的是压倒性的多了，对，对，所以就统称叫做新港文书。新港各位朋友，我们非常谢谢王新安先生用一张清朝的时候西拉雅族新港社人的典契，也就是土地的租赁契约，来跟我们谈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也就是谈到西拉雅人土地逐渐流失的过程。其实从这一件典契书写的年代和书写的位置，刚刚王新安先生谈到番薯寮厅，就是现在高雄的旗山，那他所在的位置田寮就是属于当时高雄旗山的管辖。新港社人到了田寮去，说明新港社的人已经离开了他的故土，也就是肥沃的台南平原，走到现在高雄市田寮区，也就是土地比较不好的恶地地形的所在。这样的历史故事蕴藏在这一张具有特别意义的高雄历史博物馆所典藏的文物之上，让我们听来觉得心里会感觉到对原住民在18、19世纪以来土地逐渐丧失的感觉。但是回过头来看到我们卢凯出身的贝若桑跟我们谈到非常有意思的卢凯族人概念下的国家宝藏，宝藏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深深的感觉到，我作为文化部的古物审议会的委员，我都没有像贝若桑一样可以想那么多，可以觉得什么是国家？我们台湾原住民常常自诩为原住民部落就是国家，所以我们是一个部落国。所以从贝若桑刚刚跟我们谈的这些概念，我们清楚可以知道，很显然，至少在雾台这个区域的啊，也就是西卢凯，不包括高雄的下山社的卢凯，下山社人不见得承认自己是卢凯啊，是啊，然后也不包括台东大南社的东卢凯，是光西卢凯自己就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宝藏的观念，也就是宝物的观念，而这个观念其实隐含着有形、无形，而且另外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叫做传承啊，所以今天两位讲者来跟我们谈的这个议题，其实让我个人我自己一辈子的研究其实就是物，从物里面看到人，所以今天我事实上很想请教贝若桑，你办这样一个宝物的展览，是首先我想知道老人家到台北台湾博物馆来看到这些物件的时候，你能不能描述一下老人家心里的感受，你刚刚没有讲啊好，那个
跟着我们去的老人家大概都80几岁了。当80几岁。对，当我们进去那个典藏库的时候，看起来就是一个教室，他们很难想象这里面有什么东西。但是当那个抽屉打开，抽屉一拉出来，对，我记得老人家，特别是刚刚我提到那位女耆老，她掉眼泪，掉眼泪。对，她说这些，而且她会发出一个，老师，你不要说我们去典藏库，当我们带着那个照片而已到各部落的时候，一个展件展出来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个感叹词，卢凯宇会这样讲，哎，对，就是这样的一个，会此起彼落出现在那个老人当中，所以他们在看见的时候是非常的感触很深，因为那个是已经，他们的说法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对，这样子的，有的时候说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花纹。好久没有看到啊，这个是我们小时候，你知道我跟我哥哥打架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会开始谈这些他们的那时候的生活片段这样，所以非常的感触良深。那他再回来，当我们在典藏库看是一回事，后来展示回到部落，对，回到部落看展示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对我们部落的观看物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博物馆不是一个我们习惯的观看我们自己物件的方法。嗯，那个是在我们自己家里珍藏的东西。结果我们说有100年的文物要回来，哇，大家非常的沸腾去看。但是感谢台博馆吼，这样子用一个非常严谨的设计的方式，然后让东西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真的被好好的珍藏着、保护着，对，是，所以老人家就觉得用这样子的观看方式，他们也感动到了。是，嗯，留在部落的老人家都有去看，东卢凯的也有来看，哦，而且他们说，哦，你们要全族语给我们导览，我们也就做了，做得到，是做得到，了不起。那接着我们就，我要请教这个王兴安老师，您刚刚说，比较有趣的是新港人学的特别好，嗯，到底为什么？最主要是因为新港社的人就是在东印度公司17世纪刚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最早就是跟新港社的人接触、那当然了，有人会说再早一年，有一个萧龙成绩，对对，就是我们叶春龙老师在翻译的、嗯，然后发表在台湾风物上，嗯，但是其实来讲的话，就是最密切的还是算是新港社、哦，那但是这四大社其实都差不多啦，哦，包括萧龙啊、木加里湾啊、麻豆，嗯，其实都差不多，嗯，哦，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新港文书，其实不是只有新港社，也包括一些是麻豆社的，麻豆社，哦，也有一些是木加里湾社，木加里湾的，还有萧龙社的，对，还有大木匠豆糕卓侯社，啊，嗯，对对，那个大木匠系统，对对对，嗯，就是说，除了当然，新港社的是压倒性的多了，对，所以就统称叫做新港文书。由于他们跟荷兰人的接触是最早也是最密切嘛，嗯，然后地利之便，好，哦，另外一个地利之便，那很近，对，荷兰人的一个统治的力量，最先到达的就是他们。而且新港社也最依赖荷兰人，嗯，对，是这样，因为它四个大社里面它最小，对，它人口不到1000个，哦，是，所以它要麻豆3000个人，对，了解，所以他会怕，所以有可以靠比较好，对，原来是这样，老师讲的很对啊，因为像譬如说像麻豆，它是大社，他还跟荷兰人打过。嗯哎，嗯，对，而且杀了一群荷兰人的，对，然后荷兰人派兵去打他们，这样子，有这个恩怨这样子，所以这个王先谈的非常有意思的，就除了地利之便，而且新港社也是最早派驻牧师在那里的一个聚落啊，啊，所以这些语言变成文字是由牧师用罗马拼音教导当地的人。念书读册啦，嗯，闽南话的读册、教册就是这样来的。是是是是是是啊，最有趣的是南岛语的大家李仁鬼先生
在研究了整批新港文书之后呢，他发觉麻豆的语言其实和新港的语言是有差别的，因为从拼音里面他做了分析跟研究，而这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曾文熙的南北是不太一样的。我自己做考古的研究结果也是这样，曾文熙的南北从大概3000多年以来就一直南北有差异，南北有差异，而且相互影响啊。那这个相互影响一直到荷兰人来记录的状况，麻豆一直跟其他的山社打架。对对对。好，这是非常有意思，这是麻豆国啊，然后新港国，我们的雾台国，所以就回过头来，我们要看看我们这一集谈国家宝藏，到底国家宝藏的国家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哦。嗯，那我们怎么样看待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不同时间层次所谓的国家？嗯，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的文化资产保存法里面提倡的多元文化，正是应该在一般古物、重要古物跟国宝这个不同的层级里面实践了什么叫做多元的，这才是真正我们今天谈这一集的本意，要去告诉台湾所有的朋友什么叫做文化资产保存法里面的一般古物、重要古物跟国宝应该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它。因为我们人类的生命不长，但是文物却比我们长。然后再来，考古遗址所产生的物件，其中的无机物像陶器跟石器的部分可以留得更久，100多万年都留下来。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样看待我们自己留下来的这些古老的物件，用什么样的角度看？各位朋友，从今天两位老师的谈话里面给我们非常深刻的感受，到底什么是国家的宝藏，它的观念应该是怎样。事实上这样的讨论提供我们非常多、非常多可以思考的课题。扎烂，见识难倒，我们下回见。布农族可以说是台湾南岛民族中强调平权及个人能力之社会的代表。在讨论布农族传统的政治领袖时，只有两个正式的领导人职位：李斯嘎丹鲁茨案和拉比案。都是依据个人能力经由公益认可而获得的地位，而不是继承而来的。传统环境知识的一个意义是它经由社会文化的一个价值来继承与适应的一个知识。传统生态知识应该是动态的，而且它会与时俱进的传递。我尤其认为传统跟创新之间不应该被二元对立化。